3C 产品的普及，让台湾人的双眼每天紧盯荧幕超过9个小时。眼睛疾病可说是现代文明病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中医认为，肝脏像身体的发电厂，眼睛使用过度，如同大量消耗肝脏的电力，容易造成疲劳、酸痛。在肝脏受损的情况下，想要多补充维生素 A 护眼，效果更是大打折扣。而眼睛的不舒服也可能是肝脏发出的警讯。肝脏发生病变无声无息，发现的时候通常都已经太迟。除了从眼睛能窥探肝脏的状况，身体容易疲倦，血糖莫名上升，都是小心肝发出的警讯。中医师建议要护眼固肝，得从日常作息开始调整。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俗称的黄金睡眠时间，中医认为有助于护眼与养肝血。拥有一颗健康的肝脏，眼睛照顾起来也更容易。被3C夹击的生活，正确的护眼小知识，你学会了吗？